淡定，淡定，敌不动，我不动，我……天哪，我只是路过的，这位仁兄，你信吗？我真的只是路过的。说好打架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？刚才这里不是有一大堆人吗？怎么都红明了呢？我的队友去哪里了？我的天哪，兄弟们，你们都去哪儿了？再也不相信什么帮战了，哼！我发觉我换了这个号之后呢，跟以前的暗杀其实没有什么不同。以前杀手旁门杀手呢是一招秒，到这个听香杀手呢，他是一招、两招、三招，我反抗了一下，四招、五招、六招、七招，这个姿势好难看呢，八招、九招 ，OK， 九招之后死亡。我去看看我发的那个暗杀。我呢，现在已经雇了一名非常优秀的杀手来帮我杀这个人。别问我钱哪里来了，这都是我接了多少单子才接到的钱呢。哎呀，心疼我的一百斤呢。可是他们两个就在这儿，可是人呢？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人，你们知道吗？成了。好的。可是我溜了一圈都没有找到你们人在哪里。看来他已经忘记了他所做过的事了。需要我来提醒你一下吗？好的，你需要。首先参加了帮战，然后你打死了我，我不服就雇了杀手，然后杀手就杀死你，所以我才会在你头上。踩。所以你听懂了吗？代练，什么时候代练连帮战都帮忙参加了？代练不是只是打本的吗？好吧，他走了。哎，他咋又回来了？他想干嘛？不会要打我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代练，所以你回来就是为了说，是你代练下的手，对吗？好的，你厉害。有没有人觉得还挺难的？回来居然就是说，不关你的事，好吧，不关你的事。